你是怎么搞的？我要去陪他。你可真大胆，要是刚才盛总不答应合作的话，你不就白搭进去坟墓了？我早就算好了他会跟我一起合作的。那么厉害？那肯定的呀。厉害的是负责一才队。 我差点搞砸了他的计划。喂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就是脸色不太好，我先送你回去吧。走。副总，董事长还在公司等着您的合同呢，晚上的庆祝酒会也需要你参加。没事，您先跟你爸交代工作吧，要不然他又觉得你不务正业。我可以自己回去，放心吧。 干杯！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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干杯
아닌가? 예. 你是计划？你去怎么搞的？我要去陪他。让开！那我去。志佳。 再次相见，抓住空白的明天，所有的期待就不会到终点才浮现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错过多少爱的誓言，没有什么情由不甘，只要简简单单，温暖平凡。如果你在我身边，所有的。